昨日，钟丽缇14岁二女儿张思洁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组近照，曝光了自己的最新动态。只见张思洁站在阳台上，五官很是精致，颜值相当高，一点不输娱乐圈中的明星。她换了两件款式完全不一样的上衣拍照，露腰装展示苗条身材。网友们看了张思洁的照片后引起了热议，有人大赞她这样穿很好看，也有人问她父母那么开放吗？让穿这样的衣服。按照她的年龄，打扮确实成熟了一点。眼尖的网友留意到张思洁定位在奥地利，是为了参加排球比赛。张思洁从小性格一直很活泼开朗，兴趣爱好非常广泛。张思洁还很喜欢运动，是学校排球队的一员，属于主攻位置。这次出国比赛，希望张思洁能取得好成绩。妈妈钟丽缇年轻时美貌出众，身材姣好，共结过3次婚，育有